朋友们晚上好，在海边啊，有这么一种好玩、好吃又笨的这个海鲜，找到它的洞，撒上一点盐，数个几声，它就自己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有的人一进来就会给你个双击啊，有的人你跟他要他也不给，不给就对了，一个破竹节虫要什么双击啊？关注我，看嘛，这种鱼没有心脏，也没有肺部啊，看不着它成群结队的啊，没心没肺，谁愿跟他做朋友？啊，这种鱼天敌比较少，因为他们都看不着它。如果你们第一次看过这种鱼，请给个双击啊！算了，要双击也没人给，这辈子都得不到你们的双击。关注我，多年的赶海经验啊，这个泥巴洞里面绝对是有一个螃蟹的啊！咱们给它掏出来，如果能掏出来一个螃蟹的话，给老弟留下个免费的小红心啊！如果掏不出来的话就，就不要了啊！我的妈嘞，这是个啥？怎么还个八爪鱼啊，老铁？啊，双击别给了啊，给个关注，老弟。朋友们，大海里面最听话的皮皮虾，他们每次进洞的时候都是排着队，从来都不会出现插队的情况。有的老铁他一进来就给双击了，因为他知道双击可以提高账号的活跃度，而有的老铁你就跟他要他都不给，不给就不给吧，记得加上我关注。来吧兄弟们啊，渔民大爷说啊，这一天刮大风的，让我没事退潮时候在海边走一走，会有意外的发现。果不其然的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的妈，这不发财了吗？啊，挖出来一看，它是个珊瑚。有的老铁一进来这就给双击了啊，有老铁还不给，给个双击吧，别有。